我就記得發夢啦，就係、是、可能自己一啲好中意，平時好中意嘅明星啦，就嚟到我屋企嗰度，跟住之後就同佢食下飯啊，傾下偈咁樣。咁耐唔耐都會發下有啲自己中意嘅明星同我一齊食下飯、傾下偈咁樣，所以都好得意咁滿足到我平時見唔到明星，但又可以同佢接觸嘅感受咯。